包括那个加点块拢无啊？原味的嘛，原味的嘛，一包百五，两包三包，三包给你。单倍哦，单倍哦，单倍五。来，菜老贵个，来要吃无？来加一个。好啊，好啊，来，好啊，三包一包。来，最后菜老贵，就这两包一百块，上面吃啊。来一百哦。最后这两包一百块，菜老贵谁要吃？来八百。这我包头要平啊！这我一包本钱四十二啊，我一包赚你八块尔啊！来，基本这有三个人叫，我绝对不爱搁揢落下家啊！这三包要有钱，三百五百面，一百块鱼皮无钱啊！咱要干杯，一百上面吃鱼皮，一百四百点几下，我这三包鱼皮揢掉，画三块，你只要画三块就一包，这三包总计上千块钱一秒，两百块揢上去，还两百，两百块。上面讲过完。对啊。我们在楼下这啥？上面讲干贝，你干嘛要买？我来讲啊，我这是天然的啊。拢无法卖干贝，人讲干贝中个泉州，你讲这条吗？啊，天然的贝嘴，这一包啊，等下我爱教你甲炒螺蛳花枝虾仁白菜，一包六包，两包千二。爱食干贝，我爱讲，你这人个鱼也甲我包好贵，我后你买一家，你又过来找我，一千块上面只有一千。来一千啊！一千啊！一千块上面只干贝一千。一千啊！你伫遐前桌边，我快介绍。你是不是后边干杯都都几箱？我来讲，今仔日只要我来讲啊，你咪搞别一挂啊，你搞几箱我不要你还我。一千啊！一千块啦！一千啊！一千块啦！一千块。这样这样嗨掉我上就来小智辛苦。这样嗨掉我上就你咪一千块给我。你来吃掉一个便宜，无就算自己干杯才借你给他用啊，一千块了。一千啊！来一千啊！注意点。几千块了。几千哦。一千块来了。利息哪个浪费？几千块。来，好，我最后把恁这人给介绍一下。如果这包干贝冻的，你给吃了，那会油啊味。你卖个只起来行啊！你摕一包来证明讲你是我只买的，我甲这张行啊你，我这无发的，我这无发的，啊，发的继续上的，我这无发的，我来讲，因为啦，这差了一粒，卖讲一包一粒啦，无像生死是干要这么提提，无一丝一丝，同款两厘摕起来，我这张行啊，全部注意听，只要其他机关要休困啦，我想要叫你买一千元，我要拼拼大盘，要恁大家真欢喜啊！啊，我这包过你。我全部吼，招四个人给你搞买，唔免三千，唔免两千，一千块咧。一千啊，一个。一包是对的，漏一包对的，我看漏几包对的。几个话写者？一个。一包是假的，一包假的。好啦，这漏几包呀？来，我来讲。最后一个客钱，我今日要你干杯自由，你嚼我。你搞，你吃袂了，你签签的，你中秋节用哈来贵，你上来领导坐，你的亲戚，你的朋友领导来领导坐，你来讲对我这买，全世界都招一个，一千块我了，一千啊，一个，一个，我都要招一个就对了，两个，谢谢，注意听，谁人都要招一个，因为小弟也做会到啊，今仔日我嘛后边会尽量买到十个啊，这莫来莫去，真正足骗的，一包过来。我这条干贝不是起来给你骗钱的哦，我跟你讲，这每一个你学了，跟你得钱要无法的哦。海中的泉州哦，最后一个价钱啦。我别来讲啊，你当下别给我送几包啦，今仔大家爽，大家欢喜啊，小弟啊，家己人啊，你家己搁加一包给你啦，最后一个啦，一千块啦。两个，两个，我收一个，一千块啊。两个，两个，我也是挂关系，绝对无咧啦，搁一个一千块啊，过去啊，爽好啊，报这个来啦。两个啊。你那个一起啊，一个啦，哪个过来？哦，三个。来签喽。就是包。三个。
靠黑啊！背包啊！不不不，那个是不能靠黑啊！你不要，什么叫什么标志？你不要耍帅了，耍起来！三个黑。这个不远，姐这块不远。买两份，买两份。那对了，这两块。哦，上我两块。背包，你每天背包哦，你今天还袂起啊？今后搁一个新来啊。哪个人要切咯？敢背上好起的啊？你看人唔好背过，要五百的无？等一下，需要可以帮你拿。收，我要五百，收收。等一下帮忙你，大家来，大家来五百哦。做你五百的咯，紧的好啊！五百哟，收起。恁家人要食鳕鱼粿鱼，拢出几百的，有啥物爱无？鳕鱼粿鱼，对个，这，来，对个。我来讲，鳕鱼土豆咯，几啊万六五千块，这一包八百加金箔，小卖一斤两百块就好啊。我来讲，这包花三百块，今仔要食鳕鱼的，听好，将卖两斤。这两斤鳕鱼，我咧收，我咧八百，唔免啊。一斤切两百，三斤蒜泥就是爱六百。我来讲，全部四个，全部五个食蒜泥，来，全部六个，全部七个，三哎，美女，来，小嘉英，你把刀插刀，小翠来我后边，起码收起来。八个食蒜泥啊，上千加钱的事啊，唔免一千啊，八百啊，五百来，五百，五百块上面食鳕鱼啊，一个，五百，五百块，来，那个快来，快来。快来！恁这人家注意听啊，我去。来，鲑鱼啊，一包一斤啊，菜籽啊，小白鱼啊，白啊，你明仔去菜籽啊，当时去英和菜籽啊，看鲑鱼一斤啊，鱼啊，白，这一包一斤啊，一包够你。鲑鱼再加一斤啊，鲑鱼再加一斤啊，我来讲，鲑鱼加一斤你也无够吃啊，你听好啦，鲑鱼加两斤啊，三斤鳕鱼，两斤鲑鱼啊，看你要做咩啊？一个啊，搁卖两包起来啦，最后搁两个人客啊，五百来啊，来五百，来哦，夜到这两斤鲑鱼五百你就买袂到啊，唔免考虑啊，三斤的蒜鱼两斤鲑鱼啦，几个？两个啊，最后搁一个五百去啦，五百，五百，两个，三个，我是看今麦才一点外嘞，啊无我是无可能安尼卖恁五百的。来，小智一个，酸菜白萝卜冇个，我来讲，这杯我做了钱啊你，你钱好去要紧嘞，啊，来我看我听，两斤，一包一斤的鲑鱼规定了嘛，我用这个煮豆腐汤，一包八百块，两包就是几斤，三斤蒜泥，两斤鲑鱼，注意听啊，这包酸菜白萝卜我卖两百块，你大家拢知啊，今天小弟做最后一票医生哦你，一包够送你。这若无买，你卖去菜市啊买鲑鱼、鳕鱼啦。真正，这你若无买，你莫去菜市啊买鲑鱼甲鳕鱼啦。哦，真正的啦，卖去外口买啊啦。来五百，来五百。对对对，我简单讲一解就好啦哈。来，这包我就卖两百。鲑鱼块一斤鱼啊卖，干来这两包，两斤的鲑鱼就五百六啊，这几包拢卖了。三斤的蒜泥，一包酸菜白萝卜，最后搁一个五百块啦，五百啦。袋子来，再搁一个，是五百箱。我准备结账。哦，爱两分三个啊。来，也结了啦。够不够？五百。五百。最后搁一个，来五百落来。来呀来。五百搁一个，上面五百。五百。八条单条，真正搁一个五百啦。五百。五百。搁一个五百块，我了。五百。拢有啊哈，我有啦，遐个价你选择台湾过来，我袂得害。来，上去看一看着。你到位来做调味包，给两包对吧？来，等下就两包对着。我来看一看，希望搁几个。好多收，我下来了，下卡了。好
说。哦，夭壽，今仔拼到足凶啊！今天拼两箱啊！过来，你有要食啥无？阿妈，阿妈，阿妈来，就全部弄给你。嗯。这个偌济？一样多了。一日我那拢无给过个，一样多。一样多。我那给过个，啊，他那对。来，他就搞变过来。他就要干干那个白白。你要小红摊包两包都白白了。因为搞这个东东要一缸啊，你加过买菜，东东要一缸啊。你买不了三万了，我差不多啊。二四六八十十二四十六十八二十二二二十二十五嘞，二差不多啊。你买了要吃这这个小红摊包，我这一包五十块吗？两个人加搞买了，卖三包。OK。大包了。大包，大包吗？大包的，大包，最好一包大包上面啊，最好一包大包上面啊。你要一包还是两包啊？他问你要一包还是两包？两包啊。两包都给你三百，懂吗？谢谢。一包三百块。你遐个遐十块块，你下一个台机啊嘛？你叫要吃平麦块，你跳的那鱼啊？这怎么这么贵啊？我油麦罗，前几包上面小车两百块上面啦。好啦，这个鸡腿你搞买买啦，好不好？三百五百买啦，拢无贵的啦，好不好？两百块就可以的啦，好不好？两包。两二两个啦，两斤二零啦，这大斤啊，三斤二零啦，四斤啊，五斤二零啦，六斤啊。